来看这题哦，他说两个骰子掷出去，求点数啊不超过5.47粒，基于怎么算？全部分是我要的，两个骰子掷出去，全部起手36种，我要什么？点数啊不超过5点，不超过5点代表是几点？2点或3点或4点或5点，可以超过5点吗？不行嘛。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，2点集中显示性1种。3点2种，4点3种，5点几种4种，这样行不行？不超过5点嘛，所以说可不可以5点？可以，所以说把它加起来是36/10，对，约分约掉18/5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